哎，我看到我们摄影师摸过几个字，我都觉得蛮吸引我。怎么了？不打死弟弟们。纳斯，你过来，我看，因为他不是太阳组，你帮我念一下。看不到，吴大师比比。哦，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哦，他的老婆叫比比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比比哎，吴大师比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比比。嘿，你们在干嘛？在笑？好了，我讲错吗？没有，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不要误导朋友。好，什么意思？我一讲他们都在笑。因为我是太阳子，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吴大师 BB， 我一直在笑嘞，什么意思啦？来，解释。我刚不是讲吗？他姓吴叫大师，他老婆叫 BB， 他老婆叫 BB。好啦，你都在笑，不是这一定有典故。哎，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对不对？桃山隧道的意思，对。他解释对不对？好了，这样讲对吗？不到十 BB 啊，耶！出来，好了吗？谢谢各位我们的格鲁巴乐团，对对，不到十 BB， OK， 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你一定要记住，我都不敢讲，你敢讲，你给我记住。不，你坦白，我们研究比较坦白。坦白什么？啊，讲实话。什么实话？你就别再问了嘛。好，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不，下面两帽不放。叫尤大师，爸爸叫尤大师啊，不是，哑巴了，哑巴，爸爸叫哑巴，爸爸叫哑巴，阿公叫尤大师，阿公叫尤大，阿妈叫雅弟，阿妈叫雅弟，阿叫雅雅，阿妈叫雅雅，爸爸叫尤大师，爸爸叫尤大，啊不对，又讲错了，哎，重新，妈妈叫，看这边，妈妈叫雅雅，妈妈叫雅雅。
那个国语名字叫什么？胡文吉。古文吉啊？嗯。古时候的古吗？胡文文章的文。嗯，文章的文。吉伟健。胡文吉哈，可以问几岁吗？啊？几岁？七十一。七十一岁哈，哪一组？给他照漂亮一点哦。爸妈都泰雅，你看你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哈。是啊，他也是一样。你哪来了？那你那个泰雅名字叫什么？哦、武道。啊？爸爸是叫武道。你的泰雅名字呢？我是马西拉。马西拉。啊，马西拉。马西拉武道。啊，马西拉武道。你叫马西拉哈、哦？马西拉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日本名字、啊。嗯，好。那现在住在什么乡、什么村、什么部落？富溪乡花林村。花林村这个是巴林部落的。啊，这是巴林部落。好，那个，我来问一点那个生活用语哈。那你讲一下那个泰雅发音哈。那个，请问你几岁要怎么讲？啊，比拉卡瓦苏。比拉，再念慢一点。比拉卡瓦苏。好，那你家住哪里？怎么讲？啊，就是马克伊努。再一次慢一点。啊，就是马克伊努。就是马克伊努。哎，那你爸爸是谁？怎么讲？伊玛拉鲁亚巴苏。哦，那你妈妈是谁？亚亚苏伊玛拉鲁亚。那你的阿公是谁？怎么讲？伊玛拉鲁伊巴苏。那有时候问要说那。你们家有几个小孩？怎么讲？啊，马萨马木瓦皮拉拉克苏，瓦皮拉拉克苏。嗯。啊，你们家很远吗？怎么讲？多黑马山苏啊。啊。那。多黑马山苏。好，那个爸爸妈妈在家吗？啊，爷爸爷爷是住马山噶。好，那有时候找不到他不在，我就跟他小孩讲说：“哎，跟你爸爸妈妈说，我刚刚来找过他。”啊，跟你阿爸说，你讲我讲一首。啊，讲完了，好。啊，那，你吃过了没？嗯，哪样吃的个？有吃饱吗？啊，我是等你个。啊，那你们明天要去哪里？怎么讲？啊，我们先去出汗。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跟我妈说呗。那记得帮我带一点吃的回来，怎么讲？那个整个给马斯瓦拉斯卡尼亚坤。嗯，那个，等一下啊、哦。嗯，明天下雨。这样。哦，明天你要去哪里工作？像他们有些是打零工嘛，你明天要去哪里工作？怎么讲？算是吉安的出汗。嗯，那一天多少钱？怎么讲？我都两个比较比烂的。啊，那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工作？那个，俺是搞一家教过那个。啊，那个，有时候说，他有时候收成不错，你要请我吃饭哦，怎么讲？啊，你可是过去干嘛没去？好，我再问一下哈、哦，等一下，我在想那个。哦，对，有时候跟人家问好说，你阿公阿嬷身体好吗？怎么讲？有的时候要开始拉黑那个。嗯，啊，要多注意天气变化，不要让他们感冒了。啊，拉黑可拉什么去干了你？拉黑你不生气吗？都。嗯，好，那我再问一下那个天气的哈、哦。等一下，那个。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怎么讲？为了教养爸是要养书。嗯，那个有时候跟小孩讲，要好好读书，孝顺父母，怎么讲？那个这爸父母老开始说，啊，那个每当是养爸是要养书。嗯，然后如果跟小孩子讲，就说不要学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吃槟榔，怎么讲？看那个是那些尼泊尔那些人他们过路，那些看那是吃槟榔的。嗯，那如果跟你的晚辈讲哈，以后就是跟女儿、媳妇、孙那讲说，以后小孩子
要从小好好教他母语，那怎么讲？哎，那个时候，那个吃饭时候就给那大雁。嗯。那个，等一下哦。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包围，脑海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煎熬会不会唱？他演个煎熬的。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我在烧，烧出会有多好？将思念不要唱，我相信我已经快要把你忘掉，跟寂寞再和好拥抱。好了，不要突然拉的温一点，那个种水果的哈，那个倒停哎。有时候礼拜天就是跟小孩子年轻人讲说，哎，明天到果园里来帮忙工作。说好那个刚才那个就我们说需要什么讲嘛呀。那个杂草很多，明天帮忙除草。啊，请我来个慢的路到这样没得个慢。那还有那个果园里很多虫子，要撒农药除虫，怎么讲？妈呀，还有你个什么多啊？一会儿什么去归呢？是个啊，问什么去有那归啊你？那下个礼拜哦，要那个下个礼拜啊、哦，水蜜桃要撒肥料。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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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那个蔬果怎么讲？这个能不能吃？可卖呢？讲一下国语翻译一下，蔬果怎么讲？就是长太多颗要剪掉两三颗，让它长变大。那是用它那个山地话吗？国语。用国语吗？国语。那水蜜桃结得太密的话，中间稍微剪一剪。哦，就剪一剪。那个剪怎么讲泰话？马德，马德。好，那个，看一下，那个有些水果会被小鸟跟昆虫偷吃，怎么讲？그러면지금왜나스미토하니가그래서만약나네가귀네가흔약那个昆虫怎么讲？귀귀就统称着。叫龟，那个什么水果烂掉，那个水果烂掉怎么讲？啊，什么什么就歪呢？烂怎么讲？什么？死啊？什么？死的嘛？啊，什么？哦，那水果一般怎么讲？啊，歪呢是歪，就是这样。就所有的水果是歪，歪，很歪，歪。你再发音一次，歪。
wine. 水果就是 wine。嗯。好，那个等一下，那个哦，水蜜桃还没有熟，不要去拔它。你好，跟什么水蜜桃？你看那些有什么麻烦呢？嗯，那明天我要去山，去水蜜桃园套袋，怎么讲？你说看个什么什么什么水蜜桃？那个套袋怎么讲？什么布？什么布哈？那个熟的水蜜桃不要去捏它。我跟什么水蜜桃？你看那些有什么怎么认？啊，那个。等一下哦，好吃的水蜜桃闻起来很香，咬起来 很水很多又甜，怎么样？那水蜜桃那个那个手感，你要那个很那个你要。嗯，等一下，我再想一下啊、哦。等一下哦，有时候跟小孩讲说，哎，帮忙把家里面打扫干净。干净个垃圾收集。我给什么的？干干嘛上班的？打扫怎么讲？马告啊，马告，很马告，马告，很马告哈、哦。那个去擦桌子怎么讲？啊，什么什么什么盘带？那去洗碗呢？抹皮度，抹皮度哈。那个有时候叫小孩子说，哎，帮忙把桌子收干净，就吃完饭把桌子收干净。啊，这这这什么不干什么去？啊，太干了，太干了。嗯，那个，去用拖把或是用抹布去抹地、擦地、擦地怎么样？啊，我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去黑暗干呢？嗯，那个，哦，有时候叫小孩说，哎，先去帮妈妈洗菜、煮洗米怎么样？那干脆也让去，那去抹抹布。嗯，那么对。哦，那，帮忙切菜怎么讲？绕切毛病那么子。那，绕切毛病那么子。绕。绕切盖。绕切盖。毛病那么子。毛病那么子。毛病。毛病那么子。毛病是切。哦，毛病是切。那么子菜。那个，切再讲一遍。毛病。那如果说像那个有时候要削那个萝卜白萝卜外皮跟那个水果皮削怎么讲？啊，米利斯姐偷刀。削是米利斯。削是米利斯。米利斯啊。偷刀是萝卜。嗯，那如果说要把它像那个，像那个捣米啊，捣米那个怎么讲？就是做小米的吗？对对对，他有时候要做马吉那个，咚咚咚。啊，什么过程是八个呀？那个是指捣米的。什么过程？这样打，打小米。哎、那个米是八个。嗯，那个什么？等一下哦，剁，切，等一下，我先。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呜耶。You must do that in my head.
那个沙西米有没有那个瓦萨米的，要把它磨成浆，那个怎么讲？磨成泥啊？有沙皮看你，看什么是米吗？那个磨成泥怎么讲？磨。Magit。Magit。看 Magit。那个，那个，我再问一点哈，再一点哈。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哦。我来问一点那个动物哈，那个，那个水鹿怎么讲？啊？水鹿，鹿。寒鹿，寒鹿，寒鹿。那个鹿头上的角，鹿角怎么讲？寒鹿，寒鹿。一头鹿，开会。开会，开会，寒鹿。角哈，鹿茸哈。是啊。开会，寒鹿。那个鹿皮怎么讲？它有些皮会拿来做衣服，那个鹿皮怎么讲？那鹿的那是皮，那鹿的，那那是皮，干的。鹿的皮。干干鹿。干干。干干鹿。啊，那个。干是皮。皮哈、哦。那那个心脏怎么讲？猪有时候杀猪会有那个猪的心脏，心脏怎么讲？那个山地瓜没有。哦，好。那心脏呢嘛？心脏啊？十几个，啊，那个你那个那心脏？心脏十几个那种？你那个，那个没心脏。好，那个鹿血怎么讲？他有些泡酒喝鹿血怎么讲？那不知道。血怎么讲？那鹿什么血？鹿什么血？不是那个流血，那个血怎么讲？鹿血。栏目。栏目。都栏目呀。哦。那那个我看哈，穿山甲怎么讲？红。红。那那个白鼻星啊。啊，鼻骨。果子狸。啊不。那个以前熊怎么讲？马肉。那个云豹怎么讲？以前有豹哦，只是绝种。台湾有豹，那个豹怎么讲？我没有听这个。好，那个台湾台湾还是没有豹，大陆才有。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哦，飞鼠。鸭鼻子。那个松鼠怎么讲？猴子。好，问一下那个老鼠。狐狸。哎，台湾有兔子，兔子有讲话，兔子。那不知道。没有、哦、好，那那个什么，蛇怎么讲？啊？蛇。马库。蜥蜴怎么讲？蜥蜴。巴尤斯。巴尤斯。啊，巴尤斯。那个，水蛭怎么讲？堵路啊！堵路，堵路，堵路，堵路哈，就是吸血那个水蛭嘛。这是吸血那个吗？哦，瓜牛怎么讲？马术啊。那个蜈蚣。美本啊，对，美本哈。那个蜘蛛怎么讲？国拜。蟋蟀，黑色晚上会叫的那个。斗蟋蟀那个蟋蟀，那不知道。那个草里面绿色那个蚱蜢怎么讲？格拉绕。格拉绕。格拉绕。好，那个，我刚才问他们那个水蜘蛛怎么讲？啊，在水上面像蜘蛛这样飘来飘去那个虫。那都没看过。好，那个什么苍蝇？蛾力。蛾力。苍蝇的那个幼虫蛆哦，会在大便里面钻来钻去，那个叫什么？白白的那个。龟。龟哈、哦，那蚊子。蚊子也是龟啊。蚊子叫龟。也是龟、啊。那蚊子那个幼虫呢？会有登革热，他们说好。那个什么甲虫怎么讲？独角仙那种甲虫。它有时候晚上会飞出来那种。知道的。不知道名字。那个天牛知不知道？天牛。有两根须须很长的那个。忘记就没关系，就跳过。知道它两个小。对，那个怎么讲？格玛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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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金龟子呢？晚上路灯会有那个
背亮亮绿色的那个。玛雅丽罗，你等着我是法贡。法贡。嗯，那个会亮亮那个。哦，不是，这它那个身体是绿色的，不是萤火虫哦。不是萤火虫。你说萤火虫叫什么？所以萤火虫是那个法贡。法贡哈。好，那个晚上那个很像蝴蝶会飞蛾扑火，那个蛾叫什么？它跑到灯那边去，那个蛾很像蝴蝶那个。它看到灯会飞过去那个。那我们大概是格罗洞啊。格罗洞。是虫的意思吗？是吧？有点像蝴蝶的。哦，蝴蝶，蝴蝶叫。也是格罗洞啊。罗洞。就是给布什。你说那个泰雅话怎么念？再念一次蝴蝶。格罗洞啊。罗洞。格罗洞啊，格罗洞，格罗洞，哦，那个什么蚂蚁怎么讲？打黑，打黑，蚂蚁窝怎么讲？马上打黑。那个蚂蚁里面会有那个卵怎么讲？蚂蚁卵。那不知道。那个蜜蜂怎么讲？瓦鲁。那蜜蜂窝怎么讲？马上瓦鲁。蜂蜜怎么讲 ？Vox 是蜜是吧？蜜。哦，那个树有些会有树枝怎么讲？不是，那个割一刀它会流枝下来，那个枝。Vox 尼亚。啊。我看它是什么？你让我想一下，螳螂蜘蛛。你想。想一下哈，哦，那个水里面那个鱼怎么讲？螃蟹。虾子。那个青蛙。巴洞。癞蛤蟆。那是叫做巴洞啊。巴洞木盾。啊，巴洞什么木盾啊？巴洞木蛋。巴洞木蛋。哦，那个青蛙蛋怎么讲？马金马巴洞。马金巴洞哈，那个毛毛虫怎么讲？虎脉啊，虎脉哈，那个毛毛虫不是会变成那个蛹，再脱壳变蝴蝶吗？那个中间那个蛹叫什么？五步虎脉。哦，五步虎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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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哦，我看一下。毛毛虫，蝌蚪怎么讲？青蛙那个蝌蚪，知道那个小小。对，蝌蚪怎么讲？那不知道。啊，蚯蚓啊。蚯蚓是米树。米树啊，那现在那个很多燕子会在结窝，在那个用土结窝，那个燕子怎么讲？嘉宾。啊。嘉宾。嘉宾。燕子。对，嘉宾。嘉宾。那个燕子窝怎么讲？
福改变。五福改变哈、哦。那个幼鸟也是怎么叫？小的鸟怎么叫？五叶很亮。五叶很亮。五叶很亮。五叶是？五叶是小。啊、哦，五叶很亮、嗯。小的鸟、哦。小的鸟。那个。那燕子在喂小鸟吃，那个喂怎么讲？就忙啊，他给你啊。啊？就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喂是忙啊。哦。忙啊，五六年。那个老鹰怎么讲？瓜力。那个乌鸦。恰红。白鹭鸶。因为我们山里面没有。那个麻雀呢？我们常看到那个麻雀怎么样？不记得。那现在有很多那个八哥有没有？斑鸠啊，有没有斑鸠的讲法？嘎达。猴子怎么讲？有爱哈、哦。那个我看还有什么动物？等一下我想一下哦。蛇在树上爬怎么讲？就搞到火力。啊？搞到火力。爬怎么讲？搞到。那个小孩子在爬树也是用这个词吗？把那个两个木，把那个衣架绑起来，绑就是马混。那什么混呢？马混。那个什么，等一下我再想一下，等一下、哦。那你再介绍一下你的国语名字，胡什么？我叫胡文吉。胡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章的吉，吉祥的吉。那个打样名字可以再介绍一下吗？啊，马西拉拉杜姆。再念一次。马西拉拉鲁姆，马西拉，哦，拉鲁姆，拉鲁姆，全名，啊，马西拉什么？后面爸爸呢？马西拉五道，马西拉还是绕？马西拉五道是爸爸。马西拉五道，马西拉拉拉，嘎，哎，拉马西拉，马西拉五道，五道，哦，今年几岁？那是用国语吗？国语，那是71岁。71岁，哦，住在那个复兴乡华林村哈、哦，复兴乡华林村，然后中巴林部落，中巴林部落，哦，那个巴林怎么念？巴弄，巴弄还是巴？巴弄，巴弄哦，哦，好，那我就先录到这边哈。那个太阳话谢谢怎么讲？不好意思。那个再见呢？嗯，好，是亲爱的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你会不会讲那个？有时候不小心撞到人家，说：“哎，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那个对不起怎么讲？那是什么？你讲什么？没有，有时候不小心撞到人家，啊，说：“哎，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那个怎么讲？你把那个，那是，这么长，再念一次，再念一次，很长吗？这个？不会很长，这碰到水呢？也不是，有时候我可能忘记带东西，不好意思，我忘记帮你把什么东西带过来了，我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有时候会洗口头禅，会说对不起，我昨天忘记付钱了，那个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我说对不起，我昨天小孩子跟你小偷你的东西，不好意思这样，那个有时候不好意思啊，客气的讲，对不起这样，怎么讲？就礼貌性的讲，就是说对不起，借过一下，有时候这样讲，那个对不起怎么讲？不是真的做错事道歉。这个想不起来哈、哦，
这比较少用的。很少用。那如果说，做错事跟人家道歉说对不起啊，怎么讲？上帝给我抱歉。哦，好，那这个比较少用哈。嗯嗯。好。这个都是已经是不能换的。嗯。可以这样。好，那大哥，我就先录到这边哈。好，谢谢你哦。好，好，蛮好一首哈。嗯，好一首，好一首。好，谢谢。你怎么那么强？那就要教他。哈哈哈哈哈！哎呦，哎呦，你还用手啊？你又厉害。长得像我恩哥。你长得像我 ，Oh my god！ 如果现在是让你一把 AK， 我从你眼中滑落的脸，长得像我 uncle， 也爱是一朵花。你长得像我 ，Oh my god！ 如果现在说。其实不痛呗，对，不要皱痘，你要剪片了。然后甩头发的，啊，你呀，你呀，你呀，啊，有镖师，也可以，一身胆胆，一身火，誓与生命，捍卫路，大成路。Hello。
这个大啊，不是不是，哑巴了，哑巴，爸爸叫哑巴，爸爸叫哑巴，阿公叫尤大，阿公叫尤大，阿妈叫雅吉，阿妈叫雅吉，阿妈叫雅雅，阿妈叫雅雅，爸爸叫尤大，爸爸叫尤大，啊不对，又讲错了，哎，重新，妈妈叫，看这边，妈妈叫雅雅，妈妈叫雅雅。你袂输人，你袂用，你袂输人，你袂用。呀哇呀呀呀的，不可少的两手。I'm not mad.